是刚好就是国庆嘛，也就是休息嘛，然后就过来玩一下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朋友介绍过来，他说我过来就是可能会比较适合这种感觉嘛，我拍照就很 OK。它参复了有些国外的因素嘛，就有些国外的那种风格在这边，然后我们中国人也可以了解一下国外的那种因素。日本街头的感觉，就看了就很日式，挺出乎意料。擦干了，擦干了。